近日，于和伟由王丽坤亮相新戏《零下38度》开播发布会。此前在电视剧《青芒连环套》中，于和伟与王丽坤饰演的荧幕情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而在剧外二人更是多次被拍到私下出入的亲密照片，疑似假戏成真。我觉得挺没意思的，说实话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呢怎么说的，可以理解它是一个消费时代，就可能很多的关注的或者是这种娱乐消费的感觉，可能远远要超过对你作品的关注。我可以把最早还有一些我刚出道的一些照片，也有双眼皮的拿给你看，就是网上也有，你也可以找到。你会介意这样的这种消息、这种新闻吗？我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想法吧，包括有人说我的脸是什么磨掉了呀，还是怎么样，或者下巴也垫了。其实我可以说我爸妈给我可能就是这样的，说我什么开了眼角。我觉得不要去追究这些东西了，就是我去用心拍好每一个角色，也希望观众能够喜欢我们诠释的角色。